坏女生。Hello， 大家好，我是怪女生文文。今天有没有发现背景非常的不一样呢？因为我们今天特别下到了垦丁，然后来挑战我的极限。我今天早上我要先自潜，然后下午的时候我要做水肺潜水，就是对我来说平常没运动的人应该蛮挑战我的极限的。然后我今天呢很特别，是我第一次在频道上面素颜，看一下我的眼睛非常的明显。为什么要素颜呢？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样，就是保护生态。大家很喜欢潜水的话，我平常也很喜欢潜水啦，然后我去海边潜水的时候，我通常都是不会化妆，也不会擦防晒。然后我们今天欢迎到 OH 海龟工作室的正峰教练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Hello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 OH 的教练正峰。那文文呢，白天会先早上的时候会先挑战一下自潜。嗯，那自潜其实是吸饱一口气下潜嘛。对、oh, OK， 那我们刚刚已经花了一点时间在教室里面把学科完成了。嗯，那现在我们就是要下去验收咯。好，准备好了吗？有点紧张，但可以试试。okay， 好，我们出发吧。好， Go。你咬着呼吸管趴在水面上，好好的呼吸，你身体其实会。Hold me close till I get up.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We chase the leading us, and love is all we'll ever trust. Yeah, no, I don't wanna waste what's left. And on we'll go through the wastelands, through the highways, till my shadow turns to sun rays. And on we'll go through the wastelands, through the highways. Hello， 那现在吃饱饭啦，因为下午的课程呢是要体验水肺潜水，所以呢我先要来欢迎 OH 海龟工作室的教练猪猪教练。 Hello Hello， 欢迎你。水肺它如果简单来说的话，它就是一项
我们会使用一些装备，然后可以顺畅的呼吸，然后带到水底下，就等于你在水底下有另外一个肺的意思，这样子，我就不用再。对对对，不用不用，会比较轻松一点。好，做二级头或者是整组叫调节器掌。那你再轻按这个按钮，直放，它有几个图。它有的时候就是能踢动的时候，膝盖可以稍微微弯。下潜的时候，确认我们状况都没有问题，我会有一个手势是这样子，这样走。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好 ，OK OK， 好。啊这哎，教练帮我剪的。挑战规则：水底任务变舞一和三种不同种的鱼合照。任务二：捡五样垃圾上岸。挑战失败：要洗潜水装备。算一个吧。潜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体验，所以我觉得蛮新鲜的。虽然一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有点可怕，我可能没办法完成，但实际下去我发现就是这样子下去水底也是蛮漂亮的。然后呢，下午的时候我就是刚的水肺嘛，但我觉得水肺其实有点累，就是你要一直用那个吸气，反而就是觉得好像又花了更多的力气的感觉。但虽然今天水底比较浊浊的，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到一些就是可能白化的珊瑚，也是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保护生态。那如果你看到有人在擦防晒，你会阻止他吗？通常我们的他看到路边有人丢烟蒂，他会骑去那旁边。你可不可以不要乱丢垃圾？那你们两个觉得我今天表现怎么样？我觉得我给你的评价很高。对，很高。因为我们是老同学。不是，因为其实我一下去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你有一点紧张。对，我很明确可以感觉得到。对。但是到后来你慢慢练习，然后就是我们一步一步来，我发现你到后来你是有享受这一整个过程。但我觉得体验自潜跟自潜这个活动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的后段那几潜，他真的有享受自由潜水带给他的乐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潜水成功。
那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到垦丁的话，也可以找 OH 海龟工作室找他们来体验看看，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团队，不仅教得很细心，然后又很爱护环境。那详细资讯呢，你们也都可以看影片的下方。希望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呢，对喜欢自潜或是喜欢水肺，或者是你有兴趣但是你还没有尝试过的人，对你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我们等等还是要回去洗装备。累了，回来还要洗这个。你看，天都暗了，折磨谁啊？气话。沙子要冲干净吗？沙子在哪？那边。哪里？